好，找到了马克，行，第四排第二个立桑卓，点确定就行了。啊，全点完英雄头像，啊，维克托吗？兄弟，维克托吗？写申请书了吗 ，Rookie？ 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写没写申请书？团队游戏肯定总有赢游戏的时候。对啊，有就赢游戏是有赢有输的，主要是对线啊，就一打一。哎 ，Q 被打断了，要交闪呢，还不交吗？小天，打小天，打，还行，队友能不能换？队友能换还行 ，Betty 的一没刷新 ，Betty 也要死，以为小天失误了，结果小天在第五层，他故意卖的呀，人头好巧不巧，哎，杰克，我压他羊血，要打，气了。这反应没视野的自己都笑了，杰克爱。这把 Rookie 很稳啊，这么大优势还是选择裸水一些，没有选择买那种法强装备增强自己清线对线能力的，还是主要他只要出水银鞋死不掉随便打呀，他不想死根本死不掉的，大招拉，但是可惜被鳄鱼闪现躲了 Q， 他不想死很难死的，还想打断回城，真的装没闪的掉到塔下，未赶紧叫闪回，但是好像能一打二喂，一打二了，对，他的故意卖，一打二反杀一个能接受啊，不亏啊，两个闪现拼惩戒九百，助女拿到的，还把魏杀掉 了，好，那只能走，哎，杰克还在往前一往后闪，往前一位置还不错，入 K 在躲，找机会躲叶，但是对面就不放叶。要操作好像是要操作。入 K 要掰闪吗？没有走位，把妖姬的叶躲了。还想操作呀？都死两三个，要打四个，还要追。宝莲来了，但是位置很远，今天没有疾跑。对，没疾跑，闪现也没好。对，红了。没伤害呀。助理 Q 是交过了，但是好像没压力，你 Q 交过了没压力是吧，直接刚掉助女腰闪，哲力往前滑，哲力后面有黑的，黑的 W 交过了，黑的这是什么，没伤害，还好妖姬是最后踩死的、哦、踩死了一个不转啊，啊，这妖姬还是有想法的呀，他是 R 过来的，不是 W 过来的，第一段跳是 R 跳的，差不多 Kaze， 感觉没火炮这英雄中期有点没用啊，这英雄必须得第一时间出火炮，不然没用啊，已经死了呀，感觉很难受，对，直接死，杰克没进化，小天也能走，小号没有闪的，前面才交过的一直在捉、啊、一过来捉捉捉 W 减速死了，伤害太高了，还要再滑，真得滑过去吧，绿叉叠满了，跑太快了呀，上高地啊，不追了，给你个面子，这没办法呀，绿叉叠满了，跑太快了，好，点龙就进去走，点龙，但是被照到了， Rookie 一个人在外面给压力，但是一个人真的能给上压力吗，想打想给 Rookie 压力， Rookie 直接掰闪，晴天吃到大招过来锁妖姬，要锁要死了，妖姬直接被秒，看看打小龙还是继续点大龙给压力，小号是没闪的，继续点大龙给压力，晴天上去找猪女，好，晴天带着猫咪去找人，其他人点大龙，鳄鱼开大斩怒气过来，一个 Q 闪找了没，逼出了没闪，然后点小龙去吧，大龙点不了了、哎、打不了大龙了，好，真的装这里被拉扯了，回头闪现在干嘛啊，哦吼，哎呀，提速 了、直接一个闪 Q 吹风吹起来， Betty Betty 没一没闪没光风，只能等死，死了呀，明显看得出来就是 AL 很急啊，他们玩的，他们知道自己劣势很大，然后又想不到什么办法，只能玩这种莽子打法，玩得好急啊 AL， 就知道自己劣势很难赢了，继续过来点龙给压力，鳄鱼，好，鳄鱼 TP 过来拼命，小天，小天先送个头，猫咪也被害死了，蛇蛇炮没炮到，妖姬直接交闪，滑了呀！杰克拉夫已经无敌了呀！虽然送了两只头，但是点不了大龙了，也算帮 AL 缓了一口血，只能跟我 all in 啊！哎，老子中了吗？
你中我吃。哎，你这看一下，哎、我擦！啊！我擦！真中了！哎，卢轩这被锁，老子真给十倍！我的妈，马斯多，脚怎么抠绷紧？怎么办？杰克收一个黑道没闪，黑道 W 回来，黑道也死。老子偷偷去点了好多次啊！红了，兄弟们，主播主播红了，我操！发大财了，真给他中了，主播输得起玩得起，有点烫手不敢拿，就最多的十倍丢在桌上老子不敢拿，就说你敢不敢拿吧，小哥连忙把钱丢桌上，你敢不敢拿吧，老子老我就只拿我该得的、甩猪鞭要秒小天的小天没被秒，如果也秒不了又躲了一下起来，没人打 Rookie 啊，都饱了 ，Betty 已经没血了，真的装自己，卢锡安400滴血被泽利被动烫死了，没办法呀，这装备太夸张了呀，这卢锡安几百滴血在塔后面站着被泽利大招烫死了，泽利一枪过去，这分身出来都被直接烫死，结束了呀，滔搏真得止。真止了，兄弟们，真止了，只因你太美。滔搏在统治，哎，好爽！哎，我操，原来中奖是这种感觉呀！哎呦，杰克，哎，直切，比赛没打完，都已经到对手脸上了，来，先去握手。哎，打得可以，哎，打得可以，打得可以，行，哎，行行行，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，赢个 AL， 对于他们来讲，好像似乎确实没什么感觉。他们是要指的，今年真能指。